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祝您平安！感谢神给予我们这样的时间，一起来分享上帝宝贵的话语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是神的话是我们去判断对与错的唯一的一个标准。神的话是唯一的标准，使得我们去能够明白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从而引导我们的人生。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的去读圣经。每天去灵修祷告，愿上帝祝福我们。以下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列王记上16:15-20，犹大王亚撒27年，新立在德撒作王7日，那时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，民在营中听说新立背叛，又杀了王，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暗利做以色列王。暗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德撒，新立见城破失，就进了王宫的卫所，放火焚烧宫殿，自焚而死。这是因他犯罪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行耶罗波安所行的，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。心里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今天的经文是列王记上16:15-20。我们首先来看15-17，在这里圣经记载到，犹大王亚撒27年，新立在德撒作王7日，那时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，民在营中听说新立背叛，又杀了王，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暗利做以色列王。暗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攻德撒。我们圣经读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新立他在做完了以后，做了以色列王以后，他非常残忍地灭绝了巴沙的全家。以色列民众对于新立的这种背叛和这种灭绝的做法产生了反感，也许是出于他们心中的一种正义感，或者是出于他们心中的一种伦理道德的这样的因素，使得他们决定选择暗利做以色列的王。我相信当他们选择暗利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觉得暗利这个暗利元帅是一个好人，暗利会带领他们走出一条光明的大道，所以他们决定选择暗利做以色列的君王，选择成为他们的领袖。但是讽刺的是，我们看后面的经文，列王记上16:25，这里说到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。在这里可以看到，暗利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王，他以后行得很多的事情比他之前的王还要更邪恶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判断其实是带有某种讽刺意味的。其实我们知道，其实整个人类，我们整个人的历史告诉我们，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对与错，什么是善与恶。古代战争时期，那些阿谀我诈的兵法和计谋被我们称为是智慧，被我们高高的去举起，被传颂，这是善呢还是恶呢？这是对呢还是错呢？当然我们知道，二战时期希特勒的纳粹思想，他们被当时的这种思想，当时被很多的人，很多的德国人所接受，甚至在当时德国的教会，有很多的教会他们也接受了这种纳粹主义的思想。这是善呢还是恶呢？这种判断是正确呢还是错误呢？其实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人类在正确领域，善与恶的领域的判断方面，我们是没有这种权利的。当魔鬼告诉夏娃的时候，当魔鬼告诉夏娃说，你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你就像神一样能够分辨善与恶，夏娃真的能分辨了吗？夏娃真的在他的后来的历史当中，他的生存当中，人类真的能够知道善与恶了吗？其实不是，魔鬼的那句话，
只不过是一个谎言。从此人类开始了在对与错的历史中挣扎，在魔鬼的谎言当中生存。魔鬼的话，其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离开上帝，离开一个真正的标准。我们离开上帝，我们就失去了对与错评判的标准。所以整个人类历史都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现状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，给我们的评判标准不一定是正确的。那么如何才能真正知道对与错、善与恶呢？简单说它很简单，如果说复杂说它也很困难。简单是因为只有上帝的标准是绝对正确的，我们需要努力去遵守上帝给我们制定的标准，努力去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建立正确的圣经观、价值观和人生观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评判对与错、善与恶。难的话呢，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们要读懂圣经，我们需要付上我们自己的努力，我们每天坚持灵修，每天持续的祷告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一个真正寻求真理的人，一个真正愿意去寻求善的人，他一定是一个谦卑在、拜倒在、每天浸泡在圣经里面的人。我愿我们能够去常常努力去读圣经，让我们的生命在圣经当中能够去被塑造，能够去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，我们来看第十八节，这里圣经记载到，新利见城破失，就进了王宫的卫所，放火焚烧宫殿，自焚而死。我们看到在这里圣经记载了这个新利王，他见大势已去，他找不到任何的避难所，最终自焚而死。他的结局反映出他的罪所带来的结果。在箴言书中第十一章第六节这样告诉我们，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，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当中。我们通过箴言书的这句智慧的话语，我们可以看到新利的结局其实也是他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。可见新利的这种最终的结局是自己酿下的苦果。我们不能说这是神的故意的安排，上帝故意利用了他，杀了巴沙全家，又对他进行审判。我们不能够这样去理解，这种理解是不对的。全部北以色列君王的结局，他们都是不好的，都是因为自己的罪和自己不好的行为造成了这样最终的结果。上帝的怜悯和信实一直保守他们不至于迅速的灭亡。所以上帝时常的兴起很多的先知能够来发这样的预言，能够来警告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回转，能够来改变。但可惜的是，他们听不进这样的预言，听不进这样的审判的信息，他们不愿意悔改。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三章第二十二节也这样告诉我们，他这样说道，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北以色列国还有那么长的时间能够持续的这样的王位，全是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这样就说明了灭亡是一件正常的事情，巴沙的结局、新利的结局、整个北以色列国度的结局，他们这样的灭亡是正常之中的正常。因为什么？他们犯罪了，罪所带来的结局就是这样的，只不过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使得他们还能够持续那么几百年的国度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，神的介入拖着他们不至于灭亡，神的介入拖着他们不至于迅速的被罪所吞灭。同样的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很难看到，特别是旧约圣经，我们很难看到上帝的慈爱，很难看到上帝的怜悯。我们一读旧约圣经就看到上帝的审判，说旧约中的神是一个审判的神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旧约里面的上帝和新约里面的上帝都是一样的，
充满了慈爱，充满了爱和怜悯。但是和之前说的一样，我们不能够在爱中堕落，不能够在恩典中迷失我们自己。上帝用他的怜悯一直拖着我们，不被这个罪恶的世界所吞噬。如果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的话，罪所带来的代价一定是这样的。上帝用他的恩典在保全着我们，不至于消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时时刻刻跟上帝绑定在一起，我们要时时刻刻在上帝的这种关系当中。所以我们每天要警醒在神的话语当中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。我们通过读圣经，我们通过灵修，已经知道了神的属性、神的旨意、神的作为。当我们知道了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顺服他，我们要去顺服神，行出上帝的话语。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被罪所吞噬，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抵挡罪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去抵挡魔鬼最有效的武器。愿我们能够将神的话语钻在心中，时常去默想它。愿上帝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慈爱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对于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。主啊，求你给予我们一颗聆听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常常去听到主你的话语，给予我们一颗警醒的心，让我们常常将主你的话语能够装在心中，让我们去默想主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为这活水的江源，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活出主你的话语，行出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能够被所祝福。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